今天抄一点这个资料，介绍这个庄子。大家都知道，先秦所谓诸子所百家了，不管他有多少家，反正庄子是其中之一。在《汉书·艺文志》说，道家呢，该出于史官。那么道家当然不是从庄子开始，在庄子之前就有，因为道家的基本就是继成败存亡祸福古今之道，然后知秉妖之本，清虚以自守，卑弱以自持。原则好像道家都是这样的看法。在庄子之前，有名的几个所谓道家，辛甲做周太史，是史官；老子呢也做过守藏史。一般来说呢，庄子是宗老。在庄子书里面也常常提到老子。至于庄子本身的情况，他的传，那个哦，刚才这个，庄子在《史记》里面提到他，其学无所不窥，然其要本归于老子之言。司马迁认为，庄子是承受老子的说法，基本上呢是跟老子是差不多的。那么当然，现在老子大家大概都耳熟能详，也知道大概的情形。那庄子呢，比老子分量就多。老子5000言没有多少，大家大概都可以看到。那么庄子呢就比较多了。他究竟跟老子的关系有多密切？那么念了庄子呢就知道了。庄子本身的小传，他名周，可是根据唐朝陈玄英，他是个和尚，他的述啊，我叫你们买的这一本《庄子集释》，就有陈玄英的述。他的述里面说，庄子有字叫子修，可是好像《史记》也没提到。那么庄子是哪里人呢？他是宋国，宋国的蒙人。他也做过小吏，做漆园吏。漆园究竟在哪里？是不是那个园完全种漆树，也不知道。他的时代呢，跟齐宣王、梁惠王是同时代。在庄子书里面，曾经有这个故事啊，他辞谢关于楚威王的聘请，请他去做宰相之类的，那个时候没有这样的名词了。因为他不要，他拒绝，所以好像他终身不仕，从来没有做过官。那么以上的资料呢，可以看《庄子·徐无鬼篇》啦，《秋水篇》《泽阳篇》，还有《史记》的《老庄深寒列传》，还有索引这个刘向的《别录》，还有张衡的《独楼赋》，高佑的
《吕氏春秋》B 级篇的注，《淮南子》的修物篇注，这些个零碎的资料。庄子到底是哪一年生，哪一年去世，这个就无法确定。后人呢，根据庄子书里面的事情，还有其他的零零碎碎的来判断，所谓各说各话，所以没有办法确定真正的生卒年是什么时候了。那附带说一下，真人跟真经，这是在唐朝的时候，唐玄宗根据唐玄宗的本纪还有礼仪志，是天宝元年二月，皇帝下诏尊庄子呢为南华真人，改庄子这个书呢叫做南华真经。所以从以后呢，说到南华经就是庄子。那么大家都知道，现在的道教的道士都取个号叫做什么真人啊，这个也就是从这里来的。至于前先研究庄子的人，从义理方面来说，最早的呢是淮南王刘安，他有这两，不知道，因为现在不传，传没有了啊，不知道的量有多大，有多少字啊，好像叫做《庄子后解》，还有呢《庄子略要》。那么根据文选注的引呢，这个《庄子略要》叫做《庄子要略》啊，这两个字颠倒一下，究竟哪个是，哪个不是，不知道。阮籍有《答庄论》，现在还可以看得到。所以向秀、郭象有《庄子注》，在那个时候呢，有争论。就是《世说新语》的文学篇，还有《晋书》的《郭象传》，啊，都提到说这个郭象呢是剽窃了向秀的注，就是说先是向秀注，可是向秀死了，他没有注完，郭象就剽窃他的注呢，据为己有。这个说法有人替他喊冤，就清朝的钱曾，他有《读书闽求记》，替他辩驳说郭象呢本人很聪明的，他不至于要剽窃这个向秀的这个作品。那么我的老师王叔明先生他也有庄子向郭的异同考，认为他们两个的注是不一样的，所以郭象是郭象，向秀是向秀，他们的作品并不完全一样，所以郭象大概也不会剽窃这个向秀的作品。那么现在我们传下来的就是唯一的，就是只有郭象的注，而且呢，我们现在唯一能够读到的庄子，好像就是郭象传下来的，那么其他的都不存在了。
那么下面再抄一点关于这个前贤的有些个其他的著作，关于训诂方面有司马彪的著，还有崔瓆的，还有李益的，可是没有，不是他们单独的，而是陆德明的经典释文里面所引的，所以在我们现在买的这个庄子集市里面也可以看到司马彪跟崔瓆、李益他们的说法。第三，关于教刊方面的比较早的就宋朝陈必胥有南华真经缺误，还有也是宋朝的楚伯秀，还有南华真经名字比较长，义海算为管见。到清朝有王念孙的读书杂志，不过这个读书杂志呢不只是庄子，还有其他诸子都有，其中有一部分是关于庄子的，还有洪逸轩读书丛录，还有清朝末年民国初年的余越有诸子评议，当然庄子是其中一部分，孙一让有札一，章太炎、张炳麟先生有庄子解故，刘世培庄子教补，还有西同庄子补注。再说到这个庄子的版本，有日本的古抄卷子本，可是不完整，只有这些篇，耕桑楚、外物、预言、让王、税谏、渔父、天下。第二种呢是所谓唐写本，这个是在敦煌发现的，很可惜大部分都被外国人拿走了。巴黎图书馆法国人伯希和在敦煌拿走的是一部分，逍遥游可是不完整，大宗师也不全，科异是全的，山木也不全，田子方这后一半，虚无鬼也不全，外物也是后一半。第二部分呢是保存在伦敦图书馆，这是英国人斯坦因从敦煌拿走的，有瞿切也不全，天道不全，达生不全，可是
只缺两三行，无怪无篇的前半，还有一部分在日本的东方文化学院，他是怎么拿走的不知道。有天道篇是全的，至北游也是全的。至于中国自己保有的，只有罗振玉的半篇，田子方的前一半。那此外还有一些其他的本子，唐以后的有陈学英的述本，韩奋楼的宋本南华真经，还有古一聪书的附送本南宋的蜀本南华真经，还有明释的唐本。再谈到这个郭象本庄子注，我们现在唯一看得到的就是郭象本。说到这个《汉书艺文志》，还有《吕氏春秋》的第几篇，高佑的注，都说啊，庄子52篇，也并没有分什么内外，这是那个时候通行，现在没有不知道究竟52篇是怎么回事。根据陆德明的诗文序录说，晋朝那个时候还有崔传注的是10卷，27篇本，我们现在唯一的看到的是33篇本，但27篇比33篇少。它分内外，是内7篇，外20篇，没有提到有杂篇。也说到向秀注的20卷，26篇本。也是有内外，没有杂。那么至于郭象注的，就是现在我们唯一看得到的，就是33卷，33篇。那么一般呢，都认为外杂篇比较不大可靠，可能是后人的伪作，还是有一部分是为说那篇比较可靠，一般这么分。可是究竟怎么回事呢？当然现在也没有办法来确切的肯定。不像虽然孟子跟庄子同时代，孟子的书就没有人怀疑他有什么未作掺在里面，庄子就不同了。一篇一文，现在是33篇，都有名。可是有些篇呢，好像散失掉了。现在33篇里面没有。可是这些篇名都不在现在33篇之内，这些篇都有篇名，都是根据这些个资料查出来。可是有些呢，像魏磊旭、洪一轩就说，大概就是《耕桑楚篇》的魏磊山，还有《惠施篇》呢，可能就是现在庄子最后一篇《天下篇》
会师多方以下的这一大段这一章，可能就是这样的情形。下面再看这个译文。马叙伦先生有《庄子译文纪要》，我的老师王叔明先生，他也有《庄子教释附录》，有175条。他这个教释只是教刊的情况，那么教全呢，就是整个的这个解释啊，什么除了教刊以外的也都包括在内了，所以比较完整的跟庄子有关系的书。那么老子当然不在话下。那么关于老子，有个蒋锡昌先生的老子教释，我认为值得参考。吕春秋虽然认为是所谓的杂家，可是好像他最后还是有道家思想在里面，所以也可以作为参考。淮南子是淮南王刘安，他本身也参与的，不像吕氏春秋吕不韦只是找了一些门客来写书，他自己并没有参与。淮南王刘安是对庄子很有兴趣，所以现在有些庄子里面有些个问题呢，还可以从这个淮南子里面来发现庄子可能有些个遗漏啊、错误的情况。因为古时候抄书是很正当的，所以整段整段的抄，淮南子抄了很多的庄子，所以就可以拿来作为比较，所谓校勘一下。那么再就是列子，列子虽然是认为是晚出的，说不好听的是魏书啊，是东抄抄西抄抄，有关于列玉寇的故事啊什么都搜集在一起，可是还是可以拿来作为参考，有这个价值的。我们这一个学期上课的次序我就写在这里啊，预言篇是杂篇，一般认为杂篇是比较不可靠，尤其是这个里面有几篇简直不像那个时代的啊，甚至于可以说是好像是很晚的，好像已经到了史记汉朝那个时候的文章了。所以有人觉得实在是不大敢相信他是庄子有关系的。可是预言篇要拿来说，为什么？因为我第一堂课就已经开始说了为什么是预言，是不是？大家都知道我为什么要教庄子呢，就是因为我认为传统一直到现在认为预言就是所谓龟兔赛跑之类的这样的故事。实际上我要打破这个说法，为什么？我已经说了两次，就4个钟头了，是不是？说什么？就是声音嘛。我说了半天这个那个的，说什么？就是形声字，就是声音的关系。现在大家都很习惯，对不对？常常用同音的字来
做游戏开玩笑，我们现在是如此，大家都习以为常。可是最古的时候，我认为就是始作俑者就是庄子。在庄子之前，我想找不到有任何的用同样声音的文字来做一种游戏式的说法，当然更不可能是大幅度的几千几万字的文章。现在大家都知道《红楼梦》，《红楼梦》很晚了，对。可是曹雪芹，如果认为《红楼梦》是曹雪芹写的，曹雪芹他很喜欢庄子啊，他假作真是真亦假，是不是啊？贾宝玉什么贾宝玉啊？就是真假的假，因为里面还有真宝玉啊，对不对？他用什么？用这个真啊？有没有这个姓？有啊。假作真是真亦假，他有没有意思藏在里面？有啊。贾宝玉的父亲叫什么？叫贾政嘛，是吧？对呀、啊，什么意思啊？是贾正经嘛？为什么？看贾政的那些朋友就知道了，那些朋友的名字都怪怪的。啊，不怪啊，可是你念他的声音就觉得怪怪的了。所以曹雪芹当然，我想他也已经学到了庄子，不过他没有很透彻的了解庄子，也是用了这个情况，不敢说所有的啊，可是据我可以挑得出来的，有很多人名也好，地名也好，都有关系。举一个例子，这个字，现在来说，大学放榜，几十万人考试，对不对？上榜的人至少有上万以上，有没有叫这个名字的？我想大概没有。为什么？因为这个是不好的马，驽马。可是庄子书里面就用了两次，就是说两个人的人名用这个，那不很奇怪吗？对啊，一般都是说什么？有没有看过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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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过吧？以前有个电影明星叫做伍嘉琪，是吧？什么嘉济啊，什么嘉华，嘉华中央研究院院长朱嘉华做过教育部长，朱嘉华做过省主席，袁家骝知道吧？袁世凯的孙子，他虽然没有得到诺贝尔奖，他的太太是，他应该得诺贝尔奖，至少他，尤其他太太，所以这种名字常常出现，可是就没有这种字。可是庄子书里面就用这种字，用这个字什么意思啊？其实它就是跟这个有关系。那个马以后再说，这个字我们
大家都活在哪里啊？就活在台湾岛嘛，对啊，常常懒得多写就写这个了，可不可以马马虎虎了，对不对？所以那个时候，现在说那个时候就是60多年了，大陆要推行这个简体字，台湾也有人，我说有人，大概你们也都很熟悉的罗家伦，知道吧？他也是五四的健将啊，跟傅斯年先生他们是同学啊，他也赞成，说我们应该推行简体字，为什么？可以省很多笔画。说啊，假如有人写信写到台湾，说台湾那个时候还是省啊，啊台湾省啊，台北市啊，台湾大学啊，中文系有一个我们的老师已经过世的，叫什么台静农先生啊，这几个台，台湾省、台北市、台湾大学，哇，这要多写多少笔啊？干脆写这个不是很好吗？所以他也赞成。后来有人攻击他，共产党这样提倡，我们就不应该，对，不应该。所以后来他也就只好打消这个念头。那么一直到现在，我们对于大陆的简体字，现在有没有接受啊？有一部分已经接受了，是不是啊？慢慢的在接受了，其实大陆的简体字有一部分是本来就有的，啊，比如说很简单，这个字是共产党创造的吗？不是啊，几千年了。你说它是简体字也好，说不是简体字也好，对啊，这就是一个人跪在那里嘛，跪在那里行礼嘛，这是会意字嘛。这个倒反而是什么？是吗？这形声字啊，对不对？我说用这个字了，为什么这个字？这个字念什么？这个字念什么？都是一呀，对不对？所以我要说什么？我要说庄子呢，啊，简单的来说，就是都一样。为什么都一样？都在这里面嘛。所以他说万物一齐，齐也是一，万物都一齐。书短书长，谁短谁长啊？就如果你跳出去，也就是说离开这个地球啊，做太空人，地球怎么样？你越远，地球就越小，越小，你什么都分不清，都一样。你再远一点，根本就看不见了，怎么不一样？所以分不分，只是什么？只是距离的问题嘛。那万物都一样，可以不分，所以都不分呢，都是一。可是都是一，啊，大家都说啊，庄子怎么样？庄子是齐物论。什么叫齐物论啊？我没有写《逍遥游》是第一篇，第二篇是《齐物论》，我留到下学期讲。那《齐物论》就是都讲一样嘛，万物都一样嘛。因为你飞九万里，看，现在我们可以坐飞机，对不对？当然，庄子那个时候也想不到了，啊，可是他可以凭他的
想象力嘛，对不对？中国文字的特点就是什么？就是与众不同啊，就是与其他的文字，不管哪一国都不一样。就是什么？单音节，单音节的特点是什么？就是很多声音都一样，所以可以利用它来做各种的所谓的游戏吧，消遣活动。所以说语言你也可以说它就是语言，大家都懂。声音一样不一样？当然可以一样啊。庄子跟惠子辩论半天，你不是鱼，你不是鱼，庄子就不愿意跟他说声音是一样的，我就是鱼，一二三四五的五就是鱼，跟鱼一样啊，鱼还是一样，还是一样。你听过鱼叫没有？没有，只看鱼嘴巴动，没有声音。你听过鸟叫没有？有啊，听得到，虽然不懂它是肚子饿了还是找妈妈，你不知道，可是你可以听得到声音。所以差别就是鱼跟鸟怎么样，一个有声音一个没有声音嘛。再回到这里啊，就说为什么，我先说什么，为什么用这个字啊，他不用这些这些个大家都用熟了用烂了，他何必？所以庄子的与众不同就在于他与众不同，可是他不让人知道他与众不同，所以他说我不说，我不言。你怎么不言？你写那么多字，你这些字你念出来都有声音呢，怎么不同？还不是一样，跟其他的诸子还不是一样。他就不愿意说我是藏在这个声音里面的与众不同。所以大家都知道这个故事，他的老朋友惠子怎么样先走了，庄子就很少讲话。有人就问他，你怎么不讲话啊？你怎么？他说我没有对象了。就好像特技表演，有人在鼻尖上用粉笔点个粉笔灰一小块，哎，那个表演特技的拿这个大斧头抡圆了，哗啦哗啦哗啦，嘣，粉笔灰掉了，鼻子不受伤。哎，这是特技表演。可是那个人死了，那个抡斧头的还能表演吗？可以啊，找另外一个人，他敢吗？不敢了。他说我的对手没有了。其实我说老实话，他实在对不起他的老朋友，他老是跟他辩，可是他就不告诉他他的声音的变化就藏在里面，你就不要跟我辩了。他就跟他辩，他就说啊，你在哪里？你问我说你怎么知道我在这里？知道我，这叫什么？他说他自己承认，这叫什么？诡辩，他叫吊诡，是吧？大家也常看到，对不对？这哪里来的？当然是庄子的，因为就是这个意思嘛。哦，大家都懂这个意思。什么意思啊？他还有意思你不懂吗？他有声音藏在里面吗？啊，有人说这个字不应该念吊，
应该念什么？该念地，哦，念地，不管它念地也好，念调也好，它就是道。鬼呢？鬼是一。我刚才说了半天，说什么？说一。为什么说一啊？说万物一齐嘛，就是说一嘛。那都一样，都一样啊，都一样。这个是一，这个是一啊，还有没有？有啊，齐是一啊，还有没有？还有啊，很多很多。什么是一？鬼是一啊。怎么鬼是一？我说我下学期才教齐物论，这个就是在齐物论里面的什么？他说会鬼绝怪，下面呢？道通为一，从道的观点来就可以通为一。什么观点？就是这些声音嘛，这些声音是会鬼绝怪。你现在念会鬼绝怪，在古时候是什么？那个声音大概都跟一差不多，怎么念？鬼鬼鬼鬼，怎么鬼鬼鬼鬼啊？庄子里面，我抄了很多，对不对？有好多什么徐无鬼，徐无鬼，对不对？徐无鬼是偏名啊。庄子里面有没有鬼？有啊。有没有神？有啊。孔子说：“子不语怪力乱神。”庄子里面也有啊。庄子里面有神有鬼。什么是鬼啊？鬼鬼鬼鬼鬼是一，声音，啊，神什么？神是天。我在教庄子，我说什么？我在泄露庄子的秘密，对不对？因为他不说嘛，啊，你猜我的谜，他有没有谜底啊？没有啊，哎，我猜的对不对？不知道啊，我常说，我快要去见他了，见得到吗？不知道，你不知道那个世界电脑如何，对不对？我说庄子的了不起就在于他。虽然不是我们现在，他不会坐飞机，不能打电话，当然恐怕也没有办法 email。可是我怎么证明呢？当然，所以这就是我要教庄子的缘故了。这个跟一有什么关系啊？贵贵贵贵，我举一个啊。这个念什么？念鸡呀、啊，可不可以念龟？令龟，懂吧？你不龟嘛？龟就是鸡，鸡就是龟，鸡是一，龟还是一。所以古时候，我为什么常用闽南语来讲？因为闽南语保存古音比较多，当然不是100%，可是70%-80%那就可以被我利用来证明了。所以我是干嘛？我在泄露他的天机呀。什么是天？我说天是老大，我说过没有？说过了。人是老二，说过没有？我也说过了。人要人定胜天，定了没有？还没有。所以今天突然又要下雨了，说你不要下雨好不好？你人还没有那个力量，对不对？就算你有那个力量，你把天捅了一个洞，你补吧？你会不会补？你不会补啊！你人就是老二。你要想跟老大争，怎么样？还没门儿是不是啊？门都没有，没有。所以，
我上次写过了，知是止于不知，你任何一个教士都是求知，你求的是什么知？是有限的知，前面永远有一个无限在等你。所以知是止于不知，你是一，我说知念第一，对不对？第一就是一。古无舌上，没有机器息，都是德特。也许还有呢啊，马马虎虎，德特呢勒就是混为一谈。知，止于不知。依就是依于不依，所以。为什么要以化缘？我说过什么？正反合啊，开始跟终了就是一个缘，开始也在这个缘上，终了也在这个缘上。哪一点开始你不知道，哪一点是终了你不知道，是也不是。那你不是什么是非不分吗？对啊，是非不分。可是他说的是是非不分，这个种种的一切是什么？是这个最高的境界。我们说玄学，对不对？玄学是什么学？我没有念过百家姓，还有什么？你们大概也没有念过，是不是啊？千字文，哎，百家姓第一句会背，千字文第一句是什么？天地什么？啊？对不对？玄就是圆，圆就是玄。为什么？避皇帝的讳，声音本来就是马马虎虎，差不多一样的。所以庄子是什么？庄子是哲学家，是谈这个玄学，谈这个最高的境界。最高境界是什么？最高境界就是不知道嘛。我不是跟你讲了吗？为什么外国人他给这个 doctor 给他前面加个 ph 是什么意思啊？就是哲学嘛，就是最高，它就是哲学嘛。你不管你研究什么科学，你工学什么什么学，研究最高就是。台大哲学研究所理学院的什么系可以考？数学系可以考的，数学系毕业可以考哲学研究所，不需要其他的，当然别的也许还可以有其他的方法，可是你不要其他的，数学系毕业就可以去报名了，为什么？数学就是最高，就是最高，1+1不等于2嘛，你怎么知道？我也不知道，我听这么说，我也没有研究过数学。可以，我上次讲过了，对不对？啊，一尺之锤，日取其半，那这不也是数学吗？对呀，庄子也是数学家。现在的电脑有什么了不起啊？没有什么了不起，基本就是两个元素，一个是什么？一个是一，还有一个呢？就是圆嘛，庄子讲了，我刚才讲了半天，讲什么？就讲一嘛，又讲什么？就讲圆嘛。所以庄子了不起就在这里啊！你不知道他了不起啊，他的了不起是……所以我为什么要来讲？就是因为他的了不起没有人懂，没有人来解释。你看，鱼化为鸟啊，鱼变成鸟了啊！庄子很伟大，庄子说鱼变鸟就伟大了。那我也可以说，
啊，猫变成狗啦，那我也伟大，可以吗？那不一样嘛，它的鱼变鸟，它有另外的意思，你不懂啊，你不懂就是哦，它了不起，哦，它跟惠子变了，啊，你不是鱼，你们，啊，我在这里吃到鱼，啊，那鬼变，鬼变就赢了，就对了吗？就是了不起了吗？惠子就差他一等吗？这是什么逻辑？我刚才说神说鬼，啊，会鬼绝怪，道通唯一，就是归归归归。古时候有没有咯呵呵啊？没有，都是得特，骨舌上，都是舌头，所以归归归归不是归归归归，就是对对对对。就好像这是什么台嘛，对不对？就是得特嘛，得特就对了嘛，一就是得特嘛，嗯，甚至于哲学些哲啊，哲就是一，为什么？大家都知道啊，这个人唱歌很好听啊，啊，大家都捧得不得了。他叫什么？对呀，他姓的姓也是道，这个就是一。刚才我说什么？哎，我也擦掉了，道通唯一，对不对？所以从道的观点，通通是一。为什么？因为道的声音就跟一的声音有关系啊。为什么道的声音？道不是德特吗？对啊。啊，我现在再回到这里哈，为什么讲预言？就是因为预言篇，他就刚才说了半天，说内外杂。内篇有七篇，七篇有篇名，内篇的七篇的篇名都不是开头那几个字，是与外篇杂篇是不一样的。外篇杂篇都是开头那几个字，其他的书，甚至于比庄子更早的孔子说的话，是不是孔子自己写的？不管他。是他说的，《论语》《论语》第一篇叫什么篇？学而篇。为什么叫学而篇？什么叫学而？就是学而两个字嘛，就学而时习之嘛，就是学而两个字嘛。哦，这就是篇名。孟子呢？第一篇是什么篇？梁惠王篇啊。梁惠王跟篇名有什么关系？没有关系啊，就是他第一句是什么？孟子见梁惠王嘛，那孟子书啊，第一篇叫孟子，那不太好嘛，对不对？孟子见梁惠王，选梁惠王三个字嘛，就是梁惠王篇嘛。所以庄子的外篇杂篇就是开头两个字，为什么？预言篇就是预言十九嘛，他就是哦，这就是预言篇，就外篇杂篇都是前面第一句话里面挑几个字。可是那篇七篇就不是哦。第一篇《逍遥游》一开头是不是《逍遥游》？不是啊，是鱼，不是，是什么？北冥有鱼啊，那四个字里面没有《逍遥游》啊。所以那篇庄子的那篇跟外杂篇的篇名是不同的。那篇篇名是谁给他定的？那你问我，我问谁啊？没有人说啊，大家猜。现在我们唯一的庄子的篇章就是33篇的庄子，是谁？是郭象著的。那么是不是郭象把它分的？因为刚才抄了半天，有什么27篇本呢，52篇本呢，现在通通没有嘛。那保存下来的这个33篇本就是郭象著的嘛，那么这个七篇的篇名是不是郭象给他定的？大家大概觉得可能是吧，因为没有其他的解释嘛，对不对？谁给他定的呢？大概就是他了。文学院的这些个的说法，能不能像李学院说，哎，我们到实验室去做个实验？
对不对？那就有定论了。文学没有办法，所以究竟谁对谁说的对，那就不知道了。再回来说什么？所以我就是说，啊，说鬼吧，说神，对不对？会鬼绝怪，道通归一，就是所有归归归归，都是一的声音，都有关系。因为古时候没有归，各科机器什么都没有，都是德特。啊，再说这个神，神当然是形声字，这个是什么？这个就是这个，这什么？这是打雷嘛，闪电啊，闪电常常看着一亮，对不对？一条白白的，就闪电嘛，嗯。所以这个本来就是个声，声就是电，电就是天，所以神什么神就跟天一样的关系。我那天讲了半天，讲什么？讲众言，对不对？还记得吗？以众言为真，说文说天是颠也，颠就是真，真就是古时候没有支持诗，都是的特，就是天，就是你要不要填表？填表，填表，你要填表，真就是天，天就是真，这是什么？电。电什么？就是这个，所以这个声音一样也是天。庄子第一篇是《逍遥游》，33篇的最后一篇就是《天下篇》。《天下篇》里面说到各家很多家，包括老子在内，包括他自己在内，谈到他自己的里面有我那天写的以众言为真，以欲言为广啊。我为什么说这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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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从这里来的。这是一，这是二。在山木篇有一种鸟，叫一儿鸟。我说为什么鱼化为鸟？为什么？因为鸟的声音就是道的声音。因为现在我们还念道，它还是形声字，可是我们念鸟不念岛，可是很多地方还念屌。我生在上海，上海念鸟就念屌，我想现在还没有变，还是念屌。嗯，什么意思啊？念屌就是道差不多了，德特是一回事嘛。所以这就代表道，这种鸟就是得道的鸟，它是最聪明的鸟。最聪明的鸟是什么？就得道的鸟嘛。所以他给他起个名字，这种鸟在庄子里面有，其他的地方你绝对找不到。你找到第二本书里面有这种鸟，我给你一，当然你找不到嘛，没有嘛，除了庄子之外没有嘛，这是他造出来的字嘛。他说这种鸟最聪明，最聪明，什么叫最聪明啊？最聪明就是得到嘛。嗯，所以我为什么我说啊，我这样这样呢？哎呀，你是孤证。我说我不是孤证，我从这里也是证，那里也是证，这里也是证，那里也是证，我俯拾皆是，到处都是证，所以我才敢在这里大言不惭地说我与众不同，
至少我敢这么说，我教庄子是与众不同的。说到这个啊，也在这一篇里面，哎，它还有一种鸟啊，叫做一带。刚才我说了半天，对不对？它还是一，所以一二也是一，一一还是一，正反合。可以说我的证据是太多了，我一时也啊，刚才说过这个电的天啊，神鬼神，南方都说晓得，对不对？北京人说晓得吗？北京从来不说，都说知道。嗯，知就是。知当然就是一了，所以为什么我说，再进一步来说啊，逍遥游，什么叫逍遥游啊？逍是从小得生，大家都说庄子大大大到几万里啊，什么？对对对，几万里大，大家都知道大。可是有没有人说庄子小啊小啊？大小是什么？是相对关系嘛？有最大也有最小啊。上次我说了，庄子是数学家，一尺之锤日取其半，二分之一的无穷次方还是不等于零，它还是有，是不是？你不管它多小，所以地斗就是尺出。逍遥就是地斗，地斗就是尺出。为什么？逍是道，逍也是道啊，对，逍也是道。哎，我那天讲了是不是啊？是在大陆上发现了一个古的什么东西，说是这个国家的。这个国家什么国家？不知道。后来找了半天，哦，它是赵国呀，它赵国，哦，这个可以代表赵。对啊，这可不可以调？哎，这两天说赵少康要出来了，是不是？要来上电视了。赵少康的赵怎么念？闽南语？好像念钓鱼的钓啊，丢啊，对不对？丢秀康，是不是念丢啊？对啊，念丢啊，丢就是赵，丢。刚才说吊鬼对不对？有人说应该念地啊，哎呀，念地念吊一样了，反正都是这个声音嘛，就是地斗地斗，所以知这个地斗，德也是道，道就是德，地斗地斗是一回事，一二二二一，地就是斗，这样说好了，筷子叫什么？滴呀，是不是啊？滴呀，跟猪声音一样。都市的都呢？多啊，多气啊，对不对？所以滴也是它，多也是它，滴多，是不是一回事？都是这个声音嘛。所以我说庄子在干嘛？我说他是混为一谈。把什么都混在一里面，我到最后就说，那这个也跟一一样，那个也跟一一样，它跟它差不多，马马虎虎呢，都是混为一谈。混是什么？混就是圆了。北冥有鱼，其名为鲲。鲲什么？鲲就是圆的声音呢。混沌，这都是圆的声音。圆呢？圆也跟一有关系，天也跟一有关系。好，下次再开始讲预言篇。